小心手不要给妹妹压到哦，手快点拿起来，谢谢。这个就是臭屁哦，这个、啊、臭屁是舅舅跟舅妈的衣服。不要手指头这样子，你每次都这样子哦，那镜头会画脏哎。小甜心，你已经长大了，他都把乱搞。你在录语文，好棒啊！对了，语文好。你看小姐姐好会语文，你没听？听听，你好厉害。这个是哦，相撞了，车祸了。阿姨的衣服，帮姑姑来帮我照相。好，你跑就有照了。没有啊，等下给你看哦。你要什么快点跟我讲一次。好，马起加重哈，去冰少糖一杯，要不去冰半糖？好，去冰半糖。真奶两个都是去冰，都是半糖。两杯，爸妈妈跟那个嘿。三杯小杯的，都是半糖。半糖要半糖，对，半糖哦，半糖。小甜心。对啊，那小孩子要喝。那谁在带？好，还有什么我可以喝的？有没有仙草？没有了吧。王吉香送好啊，听我的。王吉香送牛奶吗？啊？仙草有没有？对啊，你那个有奶吗？我那个没有奶啊。不是。王吉香说他说好喝，没有奶。没有奶很好。好，那两杯好了。真的很好喝，酸酸甜甜的。对，两杯。没有，你现在不用读了哈。加，咻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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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三杯。咻咻。小甜心，你在做什么？你跟谁一起做？谁载你？Hello，Hello， 哦，哥哥载你哦。哥哥。这么好。刚刚好，不要浪费，每次喝完都不。对，这样好。好哈，你要来吗？妹妹，经过。快到了吗？小甜心。快了，离我们家很近。小甜心，耶一下。弟弟，耶。妹妹啊，小甜心，阿赫你不理我哈？我说小甜心是臭耳朵，你怎样跟他讲话就当臭耳朵，他就他怎么样？我说叫他就臭耳朵了，不理他，还是做他的事情。臭耳朵，是不是？我每次骂他臭耳朵。三轮就撤了。哦吼，你在哈？还有你在冰就是哦吼。冰车。他说他在燕琪哥哥啦。你这个人也是古灵精怪的哈。哎，脚可以压到哦。哟。哈哈哈哈哈哈。好，你要跳舞，车要拿去放好，车拿去放好再来跳，快点。你要旁边看有没有人，不然压到脚会断掉哦。好，对，看，红最厉害了哈。你很爽哈。好，那脚。好，还有压到你的脚哈，红最厉害了，最棒。讲就听了哈，棒。还在录啊。好，没有。
就跳舞了。跳舞跳舞。姐姐跳舞嘞，啊不是在跳舞，不要跳舞给姑姑看。他们是跳三分钟吧？你要去追舅妈？先看一下，我去把那个猪耳朵吃了。好了，你不会问爸他是要在这里吃还是那个？我没有带。打语文的啦。妈妈好累哦。好累，休息啊。玩还好累哦，不好玩就好了。我小心脚哦。重哦。啊，你们在哪里？我要看，那你不要我们。他要去老家吗？你们那里不要骑车车。好。对啊，我要跟他去啊。我要打车车。对啊。你连那个被他们弄到坏掉。好了，爸爸。要回来没有？还没啊，刚看好，没有。他说要不要去老家？说我们没啊，其他就不要去。我没关系啊，所以爸也要去吗？他我们要去就要去啊，我说好，那你就要去啊。因为我们那么多在家里啊。胖姑姑，要。胖姑姑，然后胖姑姑走开。我很久没有带这个，反正我带来。手手不要这样子，你这样子会脏掉。看着，看着。好，我快到了。哦，你跟舅妈两个人在相撞哦，你追舅妈啊？你要去哪里？楼下，我去楼下。哦，你在舅妈后面步步抢抢哦。哈哈哈哈，快点。接哦，接着哦，步步抢抢哦，火车哦，跟好哦，火车要跟好哦。快点，火车跟着舅妈，没跟到舅妈的啦。呜强强来了，呜强强来了，哦，小龙，弄掉啊！妈，我去买香烟。好，不，你给我买什么不好买？买香烟。好了，去买香烟。你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说吗？因为他阿伯常常都说要去买香烟，然后他有时候他会叫他女儿去帮他买，所以他就说他都跟着讲说他去买香烟，很好笑。这个也玩得很好，就是啊。我说这个弟弟啊，嗨，也玩得很好。一定的啊，玩嗨了他。他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只知道叫什么奇呀、啊。小鱼干，你老公昨天有没有拿上来？啊，你啦，你有没有拿上来？妈妈，我去买香烟了。好。我也要去买香烟。好，拜拜。啊，去买礼物要送给我。加油，快进来，加油。
好，加油哦。好，谢谢，100块给你。谢谢。你又要买香烟，不要买香烟好吗？前面就是要买香烟。我要红绿菜。我女儿知道我在摄影哦，正眼都不看我一眼。好，好，红绿菜，红绿菜，红绿菜来了。好，谢谢。好，去买手表好不好？好，好，手表哦。黄燕琪，干嘛？看你里面。你要看我里面哦。好，来给你看哦。不要。